能够用生命去感受创作，我参加。我已经决定要踏上有机会影响一生嘅旅程。离开旅游区，步入警戒线。我哋而家嚟到一个地方咧，灾后咧，政府系唔俾人翻嚟呢度噶。时间停留2:49。我哋一直直行咧，最接近核电厂嘅地方啊。其实而家我哋自己身处嘅地方系已经好好彩。追梦佬带住嘅 WeWork 卡成轩 Era 死脚胶千万巨蛋自助梦，今晚10:30。